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吴宪章。我们今天要进入《但以理书》第三集，走入职场风暴。来看第二章三十一节到四十九节。王啊，你梦见一个大象，这象甚高，极其光耀，站在你面前，形状甚是可怕。这象的头是金的，胸膛和膀臂是银的，肚腹和腰是铜的，腿是铁的。 脚是半铁半泥的，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所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，把脚砸碎，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扎得粉碎，诚如夏天河场上的糠皮，被风吹散，无处可寻。打碎这像的石头，变成一座大山，充满天下，这就是那梦。 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。王啊，你是诸王之王，天上的神，已将国度、权柄、能力、尊荣都赐给你。凡世上佐助之地的走兽，并天空的飞鸟，他都交付你手，使你掌管这一切。你就是那金头，在你以后必令兴一国，不及于你。又有第三国，就是铜的，必掌管天下。 第四国必坚壮如铁，铁能打碎、克制百物，又能压碎一切。那国也必打碎、压制列国。你既见象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窑匠的泥，一半是铁，那国将来也必分散。你既见铁和泥残杂，那国也必有铁的能力。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，那国也必半强半弱。 你既见铁与泥残杂，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残杂，却不能彼此相合，正如铁和泥不能相合一样。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，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，永不败坏，也不归别国的人，却要打碎灭亡那一切国。这国必存到永远。你既看见非人所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，打碎金银铜铁，你。 那就是自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，这梦准是这样，这讲解也是确实的。当时尼布甲尼撒王俯伏在地，向但以理下拜，并且吩咐人给他奉上供物和香品。王对但以理说：“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，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，万王之主，又是显明奥秘事的。” 于是王高台但伊里赏赐他许多上等礼物，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，又立他为总理，掌管巴比伦的一切哲事。但伊理求王，王就派沙德拉、米沙、亚伯尼哥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。只是但伊里常在朝中势力，走入职场风暴。还没有走入职场风暴的但伊里呢？其实是在老先生耶利米门下受教。 当时犹大百姓不听上帝的话，因为自杀，带动他杀，上帝把尼布甲尼撒王调来，巴比伦就把北国、南国，特别南国掳走，北国给亚述掳走，南国给巴比伦掳走。被掳走的以色列人到的幼发拉底河旁边哭泣，正如诗篇一百三十七篇所描绘。这三个。 人跟但以里四个人呢，就进入皇宫。皇宫是怎么样的地方呢？有巴别塔，因为巴比伦跟巴别塔、巴贝尔是同一个字，因此又发拉地河旁边有巴别塔。啊，尼布甲尼撒王，他原文的意思是尼波保护我的儿子，或者说愿尼波这个神保护我的儿子，所以他本身就惯着。 盖着整个异教的名字，这尼波是谁呢？以赛亚书四十六章第一节里面的那个尼波，这个比勒尼波父子党就变成巴比伦主要的两个神明，是一个多神的文化。但以你跟三个朋友进入多神的文化，没有父母亲，没有先知，没有圣殿，国家亡了、啊，亡国奴到那边没有放纵自己，从巴比伦到波斯。 整个改朝换代，他经过七个王，从巴比伦到波斯，用现代话来说，就是经过国际企业并购案。这七十年时间，他经历到王。第二章，也就是我们等一下要解的，他王做到梦，是一个惊象，但你帮他解出来，因此你不讲，你少王傻眼，称谢臣服。 第三章，三个朋友不听尼布贾尼撒王所设的命令，说一定要拜金像，结果被放了火窑。没有想到，呢？神子跳进去救了他们。上帝跳进救了他们的时候，四个人在里面很安全，三个人走出来，让尼布贾尼撒王对于以色列的人更深亲自看到。第四章呢？ 尼布甲尼撒王晚年的时候，梦到一棵树，等于在预告他自己呢要被砍掉。但你告诉他说你要谦卑，否则会被砍掉。没有想到呢，呃，尼布甲尼撒王就在皇宫，就在巴别塔前面那个皇宫呢，骄傲说这个最大的帝国是我盖的。这种说话之间就被砍被打成呢一个很怪的一个人，得了一个非常怪的精神病。因此之后一段时间醒悟过来。 称谢以色列的神，称谢但以里对但以里更尊敬，很傻眼，职场勇士真精彩。更精彩还在后面。当第五章伯沙撒王是巴比伦帝国的最后一个王，他呢拿圣殿的器皿来调侃上帝的时候，公妃文武百官在旁边的时候呢，上帝最后借着粉墙上的字来预告他要灭亡。果然，隔一天。 波斯帝国的军队进来，包围巴比伦城，巴比伦被灭，改朝换代之后，但以理最后晚年仍然经过狮子坑的试探。这个人一生都是神机，他走入职场风暴，从第一章就开始进入风暴，到晚年都在风暴里面。特别风暴的地方就是第二章，他呢那种第一棒。 一出来，当尼布甲尼撒皇一做梦，一做梦的时候呢，没有任何术师可以解梦，但你竟然不只是把它解出来，还先把它说出来，让尼布甲尼撒皇臣服。那我们一定要解释这个梦，这个梦呢，学者都同意，到底如何解释这个梦呢？里面的列王和君帝王代表帝国，而且认为呢，必须引进第七跟第八章。 才能把这四个帝国呢明朗化。其实呢，尼布讲的撒和我们的基因像有四个部分，代表四个帝国。这四个帝国呢，批判学者主张第四个帝国是希腊，好让第五个后面呢当做是马加比革命来铺路。不过呢，传统上不同意批判学者，批判学者是这一两百年的结晶。传统的解法是第四个帝国是罗马帝国。 也就是前面是从巴比伦、波斯、希腊、罗马，因为他对称第七章，第二章尼布甲尼撒王梦到金金头，他对称第七章但以所梦的是狮子跟鹰的翅膀，都在谈巴比伦帝国。也就是呢，尼布甲尼撒王后来知道，从但以理知道，我就是那个金头。第二个帝国呢，就是马太波斯，那个银胸膛绑臂。 的那个帝国马代波斯，这个马代，他把巴比伦帝国波沙沙王灭了，他就等于第七章但以里所梦到那个熊。所以巴比伦到马代波斯第二个帝国，第三个帝国是希腊，是尼布甲利撒王自己所梦到的同父度妖，是第三个帝国，也是第七章但以里自己所梦的一七七个意象那个飞豹，那个飞豹。 分四个头，第三个帝国是希腊亚历山大大帝，还有包括四个角，因为亚历山大大帝死后呢，国家分成四个部分。第四个帝国呢，就是罗马，那个半铁半泥。不少学者在揣测呢，特别两角在谈西罗马帝国跟罗马帝国，主要是它很庞大，它把欧洲所有人都卷进去，那个罗马帝国。 他正好也是对称，但以理第七章自己所梦到的十角兽，因为一个人正好十个手指脚，完美完整。欧洲通通被剪进去了，是一个像人一样的金像。也就是说，呃，尼布讲的一沙王所梦到的是人间帝国的更迭，从巴比伦、马代、波斯、希腊、罗马，而且这个金像像人，像人。好好研读就发觉呢，这四个帝国呢，在谈第一呢。 掌权掌权四十三年的尼布甲尼撒王死后二十三年，代表金象的巴比伦帝国就瓦解了。第二个帝国是波斯帝国古列带领之下来接替巴比伦帝国的马代波斯，在人间帝国足足的称霸两百零八年。第三个帝国希腊，它代表同父，在亚历山大大帝的开展开下。 霸占人间的舞台一百八十五年，一直到第四个帝国，就是罗马帝国。那二章四十节呢，是借的打碎、克制、压碎、压制、打碎这五个雅兰文很强势的动词，来代表呢，即使半铁半泥的这个罗马帝国呢，是在迦太基。 主权一百四十六年打败的前面，特别是代表希腊帝国的之后呢，他就非常强壮、耀武扬威的站在舞台上。接着，耶稣就降生在罗马帝国。这个石头把人间四个帝国代表整个人类，通通打得粉碎。整个这个石头就等于就在预告呢，但以书第七章十三、十四节的那个人子。 人子耶稣所建立的国度，只有这个国度是永恒的，其他国度是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。所以，但以你帮尼布甲尼撒王解完这个梦，尼布甲尼撒王臣服，尊他为总监总督。好好看这个人，就发觉他跟约瑟一样，是借着梦，借着解梦。约瑟呢，是帮法老王解梦。 但伊里是帮尼布教拉解梦，那边是两尼罗河的帝国，这边是两河流域。而且神奇的是呢，尼布贾拉王是非常无理的要求之下，没有任何说明他到底梦了什么，叫人家解梦。因此呢，手下说这是 possible，他借了账要把所有的父亲前朝的遗宗统统把它砍掉。没有想到，但伊里竟然到。 房间里面去祷告，上帝特殊的启示启示给他，把那个金像代表四个帝国后面的弥赛亚帝国都解释的告先告诉王，然后再解释以后呢？难怪尼布贾尼撒王臣服，他其实并没有忘啊。那借账呢，要把所有过去借账顺水推舟，要砍掉他政治的这些障碍的绊脚石。这种人，但以你这种人如何栽培呢？ 教会如何训练这些人进入职场风暴，好让能在职场发挥影响力呢？有几个秘诀。第一，教会该同时栽培耶利米跟但以里，不能单单只有耶利米，一定要圣俗都不分。这是马丁路德所说的“全民皆祭司”。但以你的影响力呢，远远的超过菲利呃耶利米。教会要成长，不能单单只靠耶利米，更需要有但以里。 那耶利米做什么事呢？让但以里进到教会的被插电、被充电，好让在职场放电发光。周末进来充电，周间职场放电，建立一个职场教会，建立一个无墙的教会。周间跟周末完全一样，建立一个无墙的教会，圣俗不分，让但以里在职场也是个浮躁。 这整个，代理书提供职场神学的三个重要关键：第一个，无墙教会；第二个，圣俗不分，就是全民皆祭司；第三个，职业任何行业都是上帝的附招。这完全是马丁路德的一个概念。那因此，教会呢，传道人，你的目标就是要让信徒进来，周末被充电，好让他周间放电发光。 你如果是在职场上的人，就求求主帮助你，你的地位绝对不会输给耶利米。要职场外面蒙恩得救更多的比例的话，就要把但以理也栽培了。就像这个但以理，他进入职场，是耶利米从来不能去的地方。耶利米不能去的地方他去了，从巴比伦到波斯，七个王，两个帝国，通通臣服。所以，第一教会该同时栽培耶利米和但以理。 好，让建一个、建构一个无墙的教会。第二，走进职场要持定两个国度的身份。走进职场，你要持定两个国度的身份。神的儿女又有天上国度的身份，又有地上国度的身份。就像戴伊里呢，爸爸妈妈给他取金钱的名字，哈拿利亚、米沙利亚、亚沙利亚这些。 通通是敬前的后裔的名字，神的儿女，你确实有属神的百姓的身份，又有地上国双重身份。其实，神的儿女是有天上国、地上国两国两国论的眼光。在职场工作的时候呢，不要因为天上的身份，就因为跟世界上你的同仁隔离，建立隔阂。 反而要因为你天上的身份呢，可以来爱地上国民的身份呢。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这一点，但以你看出来。他第一章，他给太监长有后路，他不会为难太监长说，说我并没有要求你三年啊，我可不可以请你给我十天？ 吃蔬菜，喝白水，不拒绝尼布甲。雷萨王借着食物要腐化他，要洗他的脑。太监长同意他，这种你有天上国的身份，建立不要跟人家隔阂隔离，反而是与人和睦，才可以改变职场，让职场建立一个不一样的文化，那种相爱的文化是有发光的文化，这、就是第二，第三。 信徒在职场干了一扮演光和盐的角色，在职场的时候呢，你的职场老板会碰到困难的。他突然有一个很怪的梦，他可能有一个很怪的病，他可能他家有人衰萎快老了快死了，他可能他的儿女有重病出车祸。这个时候你不讲利撒王就蛮接近的。他出了做了一个很怪的梦，到一个地步他烦乱不安。 而且第二章第一节烦乱不安，就发觉他确实心里面非常纠葛的时候呢，你可不可以站出来来扮演光跟眼的角色？因此，你的同仁、老板遭遇困境的时候，要勇敢却温和。他非常勇敢，可是也很温和。当他。 已经从上帝那边得到特殊启示，知道呢那个梦的整个内容的时候呢，他第一句话就称王啊，王啊，他非常尊敬他的王的，他呢王，然后呢，同时告诉王啊，天上那个王才是你该注重的，只有一位在天上的神能显明奥秘的事，他已经将日后必有的事指示你，不讲你上王啊。 王啊，你在床上想到就后来的事，那显明奥秘式的主将将来必有的事指示你。他尊敬王，而且很温柔的发光。这个人在皇宫里面呢是藏不住的，就好像耶稣所说的：“城照在山上是不能被隐藏的，灯呢放在桌子上面呢是可以照亮周遭的人的。” 所以你所在的职场，你如果是唯一的基督徒，就记得你是光跟盐。你把光放在那儿，把灯放在那儿。别人有需要来找你，别人不一定会爱你，因为黑暗不喜欢光。你不需要把他黑暗揪出来。可是他有病的时候，他有困难的时候，他做了一个怪的梦的时候呢，甚至术士要被杀的时候，你愿意站出来吗？ 那个时候就是你自己被上帝用最好机会，这就因为什么原因你进入职场？进入职场不只是为了赚钱，不只是为了养家活口，而是希望人家有困难的时候，你成为光跟炎，帮人家解除他的困境，把他引导到上帝永恒的国度。就第三，信徒在职场该扮演光跟炎的角色。第四，该当流星职场的危机。 和陷阱是福，职场是有危机的，有陷阱的。你看到你不奖励撒王，如果你不能帮他，帮他把他的梦说出来，倒袋子，然后再解梦的话，他就砍你的头。除了这个以外呢，其实信徒在职场基本上有五个陷阱：第一，职务上有贪贪心或者不忠心；第二，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危险便退后。 第三，人际情绪跟话语上不成熟；第四，公私不分，偷窃时间资源；第五，心怀恶意，容易失去焦点。你会发觉，但伊理呢，不会贪心。第二章，除非他送了礼物，否则他不会要。博沙撒王要的，给他国中第三，他不要。 因为那个是亵渎他的神的名的，他不贪心，他也忠心。但，他呢遇到困难的时候呢，但你亲自到王后面告诉王说：“我帮他们解决他们的困难，帮他们解套。”王啊，我告诉你梦，帮你解出来。他人际关系跟话语上也很成熟，他公私分明，他不会浪费公司的资源，他不会心怀恶意，很清楚上帝的心意。 成了儿女进入职场，这五个危机陷阱是你要留意的。第五，不要小看自己在职场上地位不高。像但尼，你是国中的一个小民，还是次等公民，名字还给改过，是外邦从犹大鲁来的，他凭什么可以进入总理啊？你不要小看呢，你将来有一天成为总理，但尼，你就是如此，约瑟也是如此啊。 竟然在法老王下面成为总理，这样的小名旦一里呢，可以在君王面前，甚至呢，所有人都不可以。他呢，胜过巴比伦的这些智慧学校，帮王倒袋子，说了梦又解了梦，而且还告诉他王啊，将来你的帝国还会倒。王因此对他并没有说，因为帝国会倒，给后面的巴比伦、波斯。 希腊、罗马那个更迭，大江东去呢，并没有因此改朝换代，他自己地位会不保，因此要砍但以理的头，反而更尊敬他。所以在职场呢，你不要小不要小看自己职场上的地位。第五，要带着蒙召的使命进入职场，带领但以里如巴比伦王宫的呢，是掌权的上帝，是上帝允许把他们掳到外邦去，上帝允许才会有他杀。 因此，神的儿女呢，就记得是上帝把你进入职场。这个神的国度，不管巴比伦、马代波斯、希腊、罗马，通通不能敌神国。那个石头是弥赛亚的国度，真正的国度是永恒的。其他所有人间的国度是短暂的。神的儿女，你要留心呢，你是不只是帮人间公司做事，所有人间公司都是有限公司。 所有上帝的百姓是帮耶和华无限公司在做事的。对神的儿女呢，你要一个蒙召的使命感来进入职场，帮耶和华无限公司做事。第七，以世界为牧区，进行在其中发光。全世界，包括你不讲尼撒王。苏格拉底说：“我是世界的公民。”耶稣却说：“我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” 孔子说：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”结果耶稣说：“你要人家如何待你，你要先如何待人。”完全是天国的眼光进入这世界，世界公民，好让在当中呢，让尼布甲尼撒王，让你的同事看到上帝的光跟盐，让他们寻求上帝。所以第七，你要以世界为目区，不要只是关心墙内。 教会的执事长老不要只是在教会、在强力开会，在公司没有好的见证，那不是好事。要以世界为末区，尽情在其中发光发热。第八，记得健全的生命一定会引人注意。健全的生命，当你不讲利萨王，因为但应你一解梦，马上俯伏下拜。前面三年养育，通通看到果效。 所以职场你留心，你进前一定人家会知道的，机会总是给预备好的,的人的。你有一个属灵的制高点，就可以被上帝用。记得敬前的生命，您使你的灵性带着神国的眼光被上帝用，这个灵性很重要的。最后，在职场上留心建立好的属灵伙伴。你不讲你上午一臣服，跟他下拜，他给但以礼呢所有的礼物。 还说：“赞伊里你的神才可靠，才是伟大。”但伊里什么都没有求，他只求一件事，在二章四十九节，他求沙德拉、米沙、亚伯尼哥管理巴比伦的省事务。他让这三个朋友在旁边，他不像中国皇帝呢，杯酒释兵权，得了地位以后就请别人走开，你们不要分我的王的杯羹。但伊里呢，却请三个朋友一起来。 因为三个朋友马上会第三章会进入火窑，建立属灵伙伴，共同在职场进入幽谷。进入职场是个杀戮战场，你在职场非常需要属灵伙伴。但你呢？第二章完就替三个朋友呢求情，好让这三个可以在塔塔可以在皇宫，可以在巴比伦管理王的事务。他打破中中国人间君王，一定会希望所有人通通呢离开。 好让自己可以独占，但你完全正好颠倒，因此你要职场被上帝用成为职场英雄啊，就留心这九个重点，包括呢你如何被上帝预备有属灵伙伴，你的敬前的生命是以别人一定知道的，因此第二章结束的时候，但一里一下子就成为总监，那个整个过程是一块一块砖叠起来的，进入职场就留心你是帮耶和华无形公司来做事。 走入职场风暴，上帝与你同在。你愿意成为这种人吗？低头祷告，天父，帮助我们进前的生命呢？有两国的眼光，是为您工作，因此你会与我们同在，让信徒在职场发光，让教会，让信徒进来周末能够充电，职场放电，帮助信徒在职场有属灵伙伴，能够在职场被你使用，奉耶稣基督得胜里面祷告，阿门。 愿上帝祝福您平安，再见。